就比如我们今天换一种风格，给你们跳一个爵士舞吧，叫 Hot Pink。哎呀妈，好累啊！谢谢大家，这是那个跟我差2天的主播，是吗？我是一个就是一个新的主播嘛，唉，好累呀。接下来给你们跳一个性感一点的舞蹈吧，肚子上的小肉啊，不要再，请不要在意那些细节好吗？肚子上的肉，我跟你讲，会下去的。会下胸大就行呗，对不对？啊，虽然说胸也不是很大。好了，废话不多说，咱开始下一个舞蹈吧。下一个舞蹈是那种，反正其他主播也跳过，但是我跟他们跳的可能不是一样，因为我平时跳的是个爵士舞，就是这种风格舞蹈，其实我还不是很会。大家就将就看一下吧，好吧？跳错了也不要再在意那些细节。
哎呦天哪！为什么你们老在影响我肚子上的肉？哎呀，昨天我都已经说过了，我是一个那种，哎呀，比较丰满型的主播，知道吗？可能就是仔仔他们是那种比较骨感型的主播，但是我跟他们不一样，我是丰满型的。还有5分多钟，还能跳一个整舞和一个段舞吧。穿的太多，其实我感觉穿太多，跳的热，但是没办法呀。你也知道东北这天儿吧，比较冷，前两天还下雪了，给我冻屁了都要。啊，一会儿宝贝们不要走开啊，一会儿仔仔还会给大家继续带来更劲爆的舞蹈。看我穿泳装啊，那我跟你讲，我穿泳装，我要是游泳的话，那真的我都不用带救生圈，自备2层。好，看一下啊。接下来给他们跳一个那种，当初我学的时候，反正叫我是背带舞，但是吧，我就从来没用过那个背带。再看一下吧，摇起来，行，一会儿给你们整个摩托摇，不穿泳装活不了，那不行啊，露沟。哎呀，人家不行，人家还是个好，人家还是个小孩子，比较害羞。好了，开始跳舞。
好累呀、啊！哦，还有1分多钟，我化妆了。兄弟们，我真的化妆了。虽然说我是个东北妹子，就是平时生活中比较糙，也是那种男孩子的性格，但是我确确实实是个女的，头发在这里，胸在这里，而且我化妆了，真的，你没看到吗？你看这眉毛我画的，我画可长时间了，这嘴唇吧，哎，我也不知道为啥，反正就是吧，色儿可能让我吃了，口红。口红它可能掉色，你知道吗？他让我给吃了。哎呀，哎呀，还剩10多秒了，这也没多长时间了。哎，接下来大家不要走开，我仔仔还会为大家继续带来热舞的表演呢，非常火辣，贼性感那种，真的，仔仔那是那小蛮腰。